刚给他拍这套衣服啊，好难拍啊，我都拍了好多镜头都没抓拍得到，好不容易拍好一组啊，我们现在再给他放另外一套，我们给他穿这套吧。这一套是一套财神套装啊，然后它有一个帽子，我们给他戴一下。1000万啊，我家1000万不太开心啊。好，准备好了啊，已经给你吃了。哇，好棒，这个镜头很好啊。完了完了，背景没注意，这个镜头不能用了。哎，1000万，我们先拍照啊。来，哇，好棒，就是这样啊，要保持这个姿态。我正在拍呢，哎，你怎么又跑呢？我还没拍完呢。那边还有拍婚纱照的，那边好多人呀、啊。然后我特地挑了一个没那么多人的。然后我们给他穿另外一套吧，因为我准备了5套衣服，特别难拍。我已经来了半天了，我估计拍完这5套衣服，估计到下午去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去玩了呀？我家1000万总是耍大牌呀、啊。来，每一次一个镜头，肯定要拍1-20次。哎，这次不错，很棒，这次这个镜头还是可以用的。对，太快了太快了。对，直走直走。哎，走错了走错了，又走歪了。哎，不容易啊。1000万，我家1000万累了，我们要休息一下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的主影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大明星大明星，来，辛苦了，喝点水。咱们要伺候好这个大明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拍的写真怎么样。